近日袁冰妍在片场拍摄骑马戏，只见她身穿绿色长袍骑在马上，戴着精致的头饰，整个人看起来英姿飒爽。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做准备，袁冰妍便在原地等待，可以看到她拉着缰绳，似乎是在思考等会儿怎么拍。随后她还骑马跑了一小圈，动作十分娴熟。接下来助理走过来，她就与助理闲聊，也不知对方说到什么，她还比出大拇指给助理点赞，不过依然维持着面无表情。接着有工作人员也过来帮她整理衣服，袁冰妍就与其他人开始沟通接下来拍摄的剧情。大家聊得差不多以后，袁冰妍又开始和助理说说笑笑，而助理也拿着相机给她拍照。没过多久，拍摄快要开始，袁冰妍就拉了拉缰绳，然后调转马头前往拍摄现场去了。看得出袁冰妍对于拍骑马戏已经驾轻就熟，想必最终的效果也会让观众相当满意吧。